你看你现在叫你笨，你说你看那狗都叫你了，婆婆，你说，你看那狗都叫你了，老婆，婆什么婆？你看路人啊，天天这样打你老公，人家是骂我窝囊废的。老婆，听我说啊，这骂是可以，但是千万不要打太多。你看把我脸都给打肿了，都变不帅了。 你这个是个窝囊废，叫你做顿饭你都做不了，你说你是什么人呢？那家里面的鸡还要喂呀，不是我不做，而是等你回来做，那不是更香？当初娶你的时候就是看中你的厨艺。那赶紧去做啊！行行，你早上啰嗦。哎呀，真的是，一天天。老婆，我来兄弟找我喝酒了，我先出去了。 你要去，整天跟那个猪朋狗友的喝酒，不是啊，你看我一天到晚在外面去扛水利的，这晚上没有点消遣活动，那怎么行？放心，在8点前我一定回来。晚上8点，我走了。你还走，整天就跟那些猪朋狗友的，跟那些喝酒有什么用？你说你啊？那行。 不好了，那你能不能把那水槽给放下？这打烂了水槽，可得要花钱买的。我怕我没那么多钱去再供应了。马上给我回去做饭。还做饭啊？那不是吗？提前做晚饭的饭。是啊。那就去喂狗。那行吧。那狗都叫了，去不去？你都没婚了。啊？ 门爷 ，Hello， 不要碰我！哎呀，你是这话讲了，来来来，跟我回家，我喝一趟一杯。<笑>什么人啊你？这是无赖来的。什么无赖？来来来来，哎嗨，Hello。<笑>哎呀，那个老公，出来呀、啊！怎么啦？洗碗啦？我跟你说，刚才遇到一个那个色狼，跟着我一路追过来，气死你啊！ 谁敢色胆包天，连我老婆都敢欺负，敢调戏？拿着，在哪里？就在那边。岂有此理啊！当我大头是病猫啊！老婆，在家等我，我去教训他。这个美女真的是，好话不好话都。就是你调戏我老婆的，你让我去，跟我去办事。 老公怎么还没回来？哎，老公，回来了，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把他抓到村长那边跟他理论了。哎呀，这样啊？对，还有，警察同志也都过来了，当面批评了他。哎呀，那有没有哪里受伤啊？腿跟他打的时候有点折了。哎呀，那等一下我帮你擦点药酒。行了。哎，那个。 老公啊，不好意思，平时我都欺负你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了。看在你我被欺负的份上，你都帮我出面。老婆，其实呢，平常不是老公怕你，而是尊重你。关键时刻，老婆你被欺负了，我老公呢不站出来，谁站出来是吧？所以呢，以后你打我的时候呢，尽量的轻一点，不要以为我怕你。 其实呢，我那是尊重你。以后我不会再打你了。哎，没事，你不打我反倒不习惯了，多打几下。不会了，我扶你进去擦药酒。哎，好，慢点。我跟你说，警察同志也批评我了啊，让我不要打架啊。